型男大主厨重新出发，见证奇迹，励志的料理大赛。晚安。是的，观众朋友收看的是每天晚上七点钟励志推出的，非常充满感受的，充满情绪的型男大主厨。今天呢，听说有重新出发，见证奇迹。嗯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让大家知道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那个宝宝师傅啊，邱宝郎师傅，宝宝师傅，阿才，之前有失败的一个经验，后来呢，你帮助他胜了，所以呢，他决定要重新出发啦。今天我们重新出发，见证奇迹，励志的料理比赛，待会看他带他的队伍如何打败新科救援王，这个张秋勇师傅，是吧？我们欢迎四位好朋友，哦，相当有才华的，是的，李喜、郑英生、展龙、展瑞，欢迎四位。四位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四位。哎呦，陈哥都有事，好事，哎呦，是是是，有专辑。哎呦，为什么长不一样？因为有两个版本，听说是全创作专辑啊。对对对对，不得了啊。Beat with me 呢，就是 Day Wah Pa。对，好，这个主打歌，你就用写了，哎呦，十首。主打歌叫做《闭上双眼》的。闭上双眼，有也有 Sing with me，Sing with me 也是主打，然后是请他们拍的。哦，拍 MV 啊？就是他们拍的，我们团三个人，就是这些人，这群人，就他们三个人。对，就请他们三个人，不止啦，他们整个团队，这七个人，这七个人，这群人就这群人，我们的幕后团队找这些人一起来拍啊。对，他们是当导演啊，然后当对尼克是导演，然后客串，然后石头是摄影师，然后东仔是制片这样子，然后他是服装的。对，那所以郑英生在里面扮演的是演员，演员，我们三个人客串，还是演员客串一点主角？没有，不是女主角，就是一个演员，一个演员。好了，我们除了这专辑之外，我们这一群人粉丝见面会介绍一下。对，这是我们的粉丝见面会，然后将会举办在台北、台中还有高雄，总共有三场。对，总共三场，然后这一次在暑假，然后就是详情都可以发了我们的粉丝团。Facebook 对，我这次也有那个演唱会，我没有问你啊，我才是想讲一下嘛，刚好很巧，跟他们是同一天，同一天，对，只是就是你参加完他们的，可以直接去下午三点，对，我是晚上六点，晚上六点也在台北可以赶场，7月28号晚上在台北什么地方？三创，然后7月14在高雄的。什么金鱼星表演空间？7月22在方舟，台中的方舟。希望大家好好来感受李玉玺这次的全创作专辑，也来跟我们的这群人非常可爱的这七个人啊，多到时都会到齐吧，都会到，再凑两个就少女时代了，太感人了，好不好？粉丝见面会给他们直接到现场，好不好？好，四位加油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励志的料理节目从现在开始，要欢迎这两位。重新出发的邱宝郎以及新科救援王张秋勇，欢迎两位。欢迎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呢，他就要来挑战我们的新科救援王张秋勇师傅，厉害了。两位要猜拳，一人选二厨，好不好？为了让你们参考一下，因为你大家都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你的拿手菜是泡面，你的蛋。蛋泡面加蛋，但我也会一个比一个简单。展瑞，炒饭。年轻人都会炒饭。对，展荣，我觉得我好一点，我可以做汉堡。汉堡牌肉也是自己打自己弄。哦，不是，就是我们去家乐福买就好。那就只是组装而已。组装很难，组装也很难，好不好？你们这样不好选的，不好选。好，两位准备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秋宝了，来，宝宝，你来选。宝宝，我就选这边。好，会炒饭的。有演食材，至少可以组装。全新赛制，关键食材定菜名。来，九位。全新单元，关键食材定菜名登场了，要来考验师傅们的功力哦。师傅们要猜的两道菜名分别是木须肉，使用的关键食材是鸡蛋、黑木耳、红萝卜；而另一道夏威夷炒饭则使用凤梨、咖喱粉、肉松等食材。究竟哪一队能从食材找出线索嘞？全新单元关键食材指定菜啊，这边大概有两道菜，一共花10分钟做完。而这是干嘛呢？对啊，是干嘛？这是一道完整的菜名。3分钟，待会经过1分钟的讨论，你们看了菜盘之后，这菜盘上面绝对是菜谱上点得到的菜，绝对是。然后
然后看了这些食材之后，你们就要讨论出它可能是哪两道菜。花一分钟的时间决定了之后，开始做三分钟，我们就会喊停。为了怕你们在大海捞针，可能出发的方向搞错，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字厘清一下方向。只能撕一个。就这样，十分钟完成两道。OK， 现在工作人员请上菜板。梦里，这是被你干扰了。好，现在准备，有一分钟的时间讨论它分别可能是哪两道菜。计时开始，来这么请。应该是中餐哦。椰浆，其实很好猜啦。椰浆，应该这样。我猜了，泰式凤炒饭。泰式凤梨炒饭。来，隔壁来这么请。对，然后这个蒜，这个大家切丁。这个也切。什么东西有咖喱？什么东西有咖喱？哎，这边还在分。凤梨蛋炒饭。好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。对，然后另外一道，还有一道肉松，对，肉松。然后这个，这个，不是咖喱。好的，时间到。咖喱肉片。好，这两道菜分别是哪两道？第一道叫做凤梨蛋炒饭，凤梨蛋炒饭，凤梨蛋炒饭。第二道叫做，第二道是咖喱。咖喱椰浆肉片，不知道的，哎，我没看过。可是是接近一道菜，但不是名菜，在我们这边一定都是名菜。三分钟后，我先提醒一下，三分钟后那四个字可以挑一个字看，好，厘清一下方向，就这样。好，跑到隔壁去了，好，这边请。来，四个字，那可以做了吗？那我们还没，来准备。要爆菜耶。第一道是什么？哎，饭这边应该是泰式凤梨炒饭，这边应该是木须炒肉。现在准备操作三分钟，两边准备三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先切，然后后面都有盘子可以装。哎呦，郑医生你会切呢？哦，我会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多好的一个孩子。对，对，自己讲，自己讲很好，大小要切的刚刚好。对啊，差不多，我觉得这大小。怎么看哪里不一样？这明明都一样啊。一个是韭黄，一个是葱。什么是韭黄？没关系，那你谁是韭黄？我可以把它归类吗？不行，归类就不行。嘴巴讲可以，这根是葱。好，所以跟其他都是。等下我要看一下，三公分的段，一段公分。时间剩下1分30秒，1分30秒来隔壁。那个袋子，我们这样会太厚了。够，轻轻的抓，不要抓。好，哎，这边切的不错哦。你真会切哦。我以前待过火房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当兵的时候。然后你把洋葱切丝。对，我觉得当兵在火房待的哦，好辛苦哦。是辛苦啦，但是真的可以练到技术。对啊，真的是会。因为你要煮个几十个人吃，量又大，一百个人吃练到疯。你说那时候煮给几个人吃啊？那时候要煮给30-40个了。哇！然后这边也是把它切丝。倒数5秒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先停手。两边停手，刀下留人。先停手。好，现在1、2、3、4，四个字。你想看哪个字？而且只有你看得到，对面是看不到。这边不能。我来看看。挡住，挡住。哦。人墙。三是我幸运数字，真的吗？好，幸运三是。展瑞是一半要再贴回去。会炒饭的展瑞，想看第三号那个字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了，可以了哦。有这种字吗？当然有，这种字。你们换位置站。对，来，张庆师傅，想看哪一个字？你们选，一起选。我觉得不要看尾巴啦，对，因为尾巴应该是要么是肉，要么一或三吗？他可能三，就跟他一样赌三，那就可以嘛，不会输，看一样选一。那就三，真的假的？一样在拼三，我觉得没有，因为三刚才他们有点看不懂，他看不懂，你们看得懂就赢啊。对啊，对耶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一还是三？一哦，确定哦？一还是三？一好。哎，好，这个字好。好，各位都经过初步确认，起码确认一道菜。OK， 先切丝，然后剩下三分钟。这个呢？夏威夷，这个切丝要怎么切？夏威夷炒饭，对，就是这个咖喱，小声一点。两道菜的菜名有不一样吗？你看方向是对的，方向是对啦，菜名那时候还没那么正确的，但有一个不确定。哦，来，好，继续切。我要切什么？我现在要干嘛？我好紧张啊！你要干嘛呀？要我要等他切完，还是我帮他切？哎，展荣到底在忙什么？宝宝要赶快说，不要宝宝不说。切肉。宝宝不说，宝宝不说又输了。宝宝知道，但是宝宝不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子，你把它放在这里面，待会要稍微抓一下。越薄越好，越薄越好，越薄越好，越薄越好。这样够吗？薄很难的，这全部要切掉。好。
就是间距小一点的，都是这么大。现在一直在锯肉，锯它哎，好像在用人工刀哦。切切，你这个刀没有很好用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把它两片两片切。嫌我们刀不好用？有置入是不是？啊，其实我觉得这刀啊，像这样还蛮好用。置入没有，刀子没置入啊。来转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他们两边都至少会错一刀。好，不好说哦。不好说，嗯，因为调味差一个就差很多了。对啊，要不要求救了？师傅可以求救一分钟，你再来切。啊，等备料完，要不来不及了。对，还是要备料。我刚才分掉。隔壁周总，在经过刚刚的看日之后，你们的菜名是什么呢？就小声音一样，造就。造就就是造就。哦，有造就这道菜。菜单上应该点。还是怀旧。所以你看到造字是不是？就一个应该是木须炒肉。炒肉，一个是凤梨炒饭，看这碗饭，来了，打一打，打一打，对，然后加个一匙的蛋液到蛋那个肉丝里面，好，这边先炒，手不要碰，放在锅子里面，这一匙一匙捞不起来哦。洋葱跟火腿，然后在这里吗？对，一半的蒜，你刚刚是有点恼羞成怒是吧？很难啊，拌一拌吗？对，然后来一点点酱油，啊，你动作可能要快一点，好，要快一点，可以，太多吗？把它放在那边，我会糖，那火要开大一点，一小匙，一半匙，半匙，半的蒜，然后米酱再加，半，一半，啊，够了，好，拌一拌，然后火开，好，火开了，米酒是哪一个？在旁边那罐，对，大概四分之一，加进去，对，直接这样加，对。怎么？他居然在炒东西？对，可以，他可以。时间剩下三分钟，要不要求救？先等一下，来这边要不要求救？先不要。可以。然后火开小一点。我们这个饭饭碗底下还是摆的哦，阴阳饭哦。我们这第一次的，可不可以向大会澄清一下？多申请个三分钟好不好？两分钟，因为只两分钟，两分钟啊！你真的是很慈悲哦。两个人的估计做不完了。好，我们两边再各增加两分钟哈。张春勇，你再动东西的时候一段，就的，都不会忘打开，一起喊，求救，师傅，起，师傅帮帮我，一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我觉得这很简单，你要做另外一道，他们比较难，这道很简单。啊，看到了，你真是那边很热。肉不会，你要说啦。有没有吃鸡脚？刚帮你开大火，忍耐一下。好，我们在旁边可以做些什么？你赶紧去冲水。等一下的话，我这个没有，猪肉会过油。啊，过油之后，我们这边饭炒完，等一下我们，反正我等下还可以讲啊。他们就炒。我们现在没事做。对，现在我们来炒这些蔬菜。好，等一下我会跟你讲。它有时候会加一点夏威夷。三十秒。那一道。把它炒，他们也是就在炒水，然后把它炒散，然后给我。他们也在炒水，有吗？不一定。没有吧，师傅不能动感觉做出来超好。所以那个邱师傅啊，那个他们没有求救哈，不要动哈。爸爸不说了，不要做哦。我刚刚是害到他们吗？对。我没有。你刚才抓了。放这边，我现在把它炒散。等下我们会加点点椰奶下，凤梨跟青豆仁，大家最后再下。好的，时间到。我这一分钟就帮他炒的饭。对啊。但是半炒中也是很重要。其实结束了，啊，一分钟到了，好，来继续拌一拌。继续。对，那我们还没上来，来隔壁走。好，咖喱粉，需要不要求救？咖喱粉，求救要求救吗？先等一下，先吃饭不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小火，要不要求救？再来求救，求救，等这个，来你试求救了啦，来求救这一道，等下师傅，等一下，这个先结束。没有，师傅说他会跟我们讲要求救，他会跟我们说要求救，好。那我要干嘛？哎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对啊，你也有份了啊。味道调好。我觉得可以再咸一点，然后再来黑胡椒。我不要开大，你都小火啊！你这是小火，大火，炒饭一定要用大火。下一道也要准备啊！其实你这一条已经有半碗饭在外面，对啊，怎么那么脏啊？你们周围，我俩收集起来，我们俩会擦干净。最后香油，另外一个人还是可以做啊，对啊，对，我要做另外一个还是可以做啊。来，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吃啊。那我好。
快，宝宝快说，宝宝说啊，宝宝说啊，要做什么？说啊，求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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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肥宅，来，预备，求师傅，来来来，两个一起说，预备，起，求求师傅，求救，求救，师傅，师傅帮帮我，师傅帮帮我，师傅，求师傅，求救，计时开始，走开，那这边可以继续炒，好，对。我觉得炒饭好哎，哎，怎么换成个？对，干什么东西？记住。掌拿过来。怎么好了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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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快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有是味道。是个励志的节目。好励志啊！好励志！加油！是不是加油？外面炒出两口来是怎么炒的？两大口饭。那等一下我收集给五雄。哎，我没有说要吃。结果，哦，狼把没倒好，拿去炒木须肉。发现没有？肉松热在上面的。哦。哎，师傅，肉松打在上面。对对对对。哇！不要啊！太快了。师傅没做好。师傅，等一下，时间到。时间到。可以换你看。继续教，继续教。那我可以做做。接下来可以继续教。教。加什么？还剩两分钟。一下，再加一点点水。还剩两分钟，来，给你做。一点点水。水。一点点。我说这个啦。可以拉潮伞，潮伞的，就是在这边这样子，就是拉来，潮伞拉来，然后拨开，拨开，拨开，对，拨开就对，豪放一点这样。哇哇哇！帅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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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就是要帅气啊！帅气有点难，有点难吗？不擅长帅气。哎，我觉得火是不是太大了？炒的鱿鱼点好了，饭好了，饭饭可以关火了。对，那个饭的那个凤梨都快打成凤梨汁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倒下来。那这个蛋怎么办？要炒到什么时候？差不多来豆黄。这个对对对对，韭黄，然后跟木耳就下，然后你把这一区都下，这边这一区旁边撒点肉，然后这一区也下，葱这个肉下，对，好，我需要对，旁边撒点肉松。那如果你要加点油，这边可以加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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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！哎，五雄，那是手这边哦，不是我，本来这边都会帮忙哎哦，对啊，没有啦。因为很 K 啊，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就好了。对，K 在哪边？那你看，咱们我刚刚都这样了，是不是对的？然后下这边炖的比较多，对，你应该很难得炒菜哦。对，没炒过。时间剩下三十秒，哎呦，三十秒喽，剩三十秒，嗯，很快。加油！对啊，这个下凉菜不下，剩下最后不到三十秒了，各位。下了下了，你下的都下了，没时间了。然后两边想好菜名，这个手不要重哈，邱勇哈。我拿我拿，嘴巴讲就可以，你可以叫医生帮你拿哈。然后对，慢的洗。哎，手不要动哈，全部下，我下了。你要尽量把它们翻起来，因为你都只在搓它。那这个嘞？对。搓菜，果然帮我们争取这两分钟是来不及的，果然。好，做最后收尾，准备起锅，时间到。好嘞，准备起锅，准备起锅，起锅。下吗？怎么起？今天我们有听见怎么起啊？你可能要靠药物了，或什么？起。关键食材指定赛，先下这个。来，准备上桌。准备要揭晓菜名了，对，请先报上。好，嗯，这叫什么？木须肉。木须肉，木须炒肉，炒肉。你们这道叫做木须咖喱炒肉。他们把咖喱放在饭里面，他把咖喱放在菜里面。对，你知道吧？就因为这样就是不一样。对，木须炒肉，木须咖喱炒肉。对，来，请开第一道。木啊，没第一个。须肉，肉，哦，不错。哎，这一道叫什么？凤梨炒饭，这叫做夏威夷炒饭。请开第二道菜。夏夏威夷炒饭。我看到那个字都愣一下。先吃你的饭，第二道就先吃你的菜哦。好，来请。谢谢。没有加凤，没有放咖喱粉会差很多吗？嗯嗯，会啊，香气。觉得会，咖喱味道蛮重。少一点，来不要怕，吃认。不一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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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很像中式，嗯，
可就不知道说没有咖喱粉的话，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是很大的失误？不晓得。哎呦，紧接着吃菜喽，木须咖喱炒肉。市面上真的有咖喱木须炒肉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好吃哎，难吃啊！哦，是不难吃啊。嗯嗯，那边真正的木须炒肉来，哦，这很香啊。嗯嗯，好吃哎，稍咸。对，首先上场的这两道有没有输赢呢？准备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恭喜一起进一下。还就是。这边稍微有一点创意哈，那么与事实不符嘛，嗯，这边稍微比较弱了一点，对，是，要不然味道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它这炒饭的香气也炒得挺够的，真的炒得蛮好。詹姆斯补充，这边的话可惜，如果说这边的咖喱是跑到那边去的话，那这边的 miss 就比较不会那么大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差一点点而已，嗯，对，真的就差一点点，2-0啊，就是，哦，但是我们的节目是励志的啊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过去的战绩，不要再想它了，哦，会逆转。来，第二阶段百秒冲刺接力赛是什么？请看，实景炒饼，可就不了。今天能够看到奇迹吗？那如果能逆转，真是奇迹了。嗯，实景炒饼，三个人分五个棒次，其中师傅固定不动第三棒，嗯，不动的第三棒，每一棒都是100秒。500秒就要把它做完，500秒时间一到，关火，就这样。嗯，全程师傅都可以教嘛？全程师傅都可以教。这边的第一棒是谁？我，展瑞。嗯，然后换位置，来我虎旁的。好，就这样。所以展荣第二棒。对。第四棒是谁？第四棒一样，他一样要展荣，就这样。所以展荣收尾。对，排位你要再排回来。来，这边的第一棒是。第一声，第二棒好的，第三棒，第四棒呢？哎呦，这一声哦，他压头啊，头跟尾，对，有头有尾，没错，嗯，我是中间老猪屎，那娱乐的喜啊，努力中，不用特别说，加油啊，谁看不出来？是吧？一个人就100秒，时间到就关机，就关火。好，好，来准备第一棒，其他的往后推。第一棒准备，好，计时了。好，来撕，100秒，不急不急，拿起来，丢下去。好，好，公司，稳住，稳住。好，这很稳。嗯，你不先煎饼吗？要，先把火开，中火，转到。下面明锅已经开了，你把它转到下面，再小一点，再快哦，不要转着火，又浪费了50秒，浪费时间了，去火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好，先丢进去里面，有点不好撕，你先丢，对，小心，好，这样子，够了，下面有垃圾桶啊，好，继续做你的，对，不错哎，我好紧张哦，感觉上有那种好媳妇型的，他就是垃圾桶丢不准，好，对，这的确，你包好稳哦，稳，不错，我们的大。蛮好用的哈，蛮好用的，还可以哦。对面说不好用，真的，我刚有摸一下。需要这么多吗？不用。好，非常好，切上瘾。对，再见。讲说刀工好就毛起来切，有没有？没有哎，这才出。一棒剩下50秒，还有50秒，50秒来，革命走。不，这个切好了放这里。哎，随便好都可以。那包包有积极的在讲喽。来，这个拿走，对，不用这么多。好，这个冲。饼会焦哦，要注意哦。有两个砧板的。饼是会焦掉的哈。冲。哎，那边要顾，快。这个，这比较方便。怎么看？多翻一下。漂亮，好了。翻。啊，就翻了。翻。好。这边火太小。还没。啊，翻了，好，来这边把它切成，大概是10公分。第二棒，你准备要接，好，来可以继续，快点。李玉玺跟展荣准备，第二棒接手，换手，第二棒接手，100秒，继续计时，这样，啊，那个夹子要拿走啊？对啊，那个。哎，你要顾这边哦，要顾这边哦。红萝卜跟高丽菜包，啊，来装这边，看一下。你现在知道砧板空间多重要了，真的。然后这里还没切，那个高丽菜包也放在那边去。对啊，
会挡住哎。宝宝怎么觉得你在整你的队员啊？这些都是反正他快疯了。好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快来，快快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不是说他慢慢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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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顾好顾好，感觉我们注意安全啊，快，江哥，这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不要慌，好，宝宝不慌。这里超紧张，对，两兄弟打你一个啊！师傅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比我还急。来，放冷气啊，放进来，对到急啊，冷静。胡萝卜切丝，切丝。第二棒剩下五十秒哦，来不及了，快点。我们注意安全的一个，要我超会到哦。对对对。还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通过来，有过来了，好，这个光了哦，好，这个这个也要翻，要翻，对，艺术，好，没事，好，先翻，艺术嘞，艺术是多重啊？很重吗？我的节奏，好多重啊，盘子，那把那个没有切的就丢旁边没关系啊，没有切丢旁边，丢去哪边？哎，在旁边看会紧张，然后嘞，第三道师傅准备，师傅准备，可以休息了。张秀师傅，好，第十道，张师傅，请接手你的班队，继续计时，一百秒，加油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腌肉，加油，这个剩下最后的三百秒，这好逼人呢，这秒数好可怕。全部倒进去，再把它倒掉。太多太多太多，真的太多。加进好，加进好，真的是啊。用米酒来洗肉，很少看到过酒，一般都过油多盐。干嘛呀？笑开怀。加进好，太好笑。加进好不好笑吗？加进好，很好笑啊。你可能太少来我们节目了。对。什么叫加进？常来走走啊，真的，我很开心。炒饼酱可以了。哎，这饼酱可以了吗？等一下，先去擦。要静置吗？哎呦，你待会要再回煎是不是？是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剩下五十秒。十秒，好，看对面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去吧。奇怪，你还有时间 Q 我们？对啊，不是应该是这样吗？就骗不走，叫我们看对面。我们要在这边看完一百秒再叫看对面的。通常不是这样吗？确定要吗？我重新改了这。要看宝宝，要看宝宝了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看对面。看一下吧。师傅，我们先切，先切。师傅，师傅把男的先弄。我的手就好快哦。感觉肉丝也没炒香哦。时间剩下三十秒，稳住，稳住，加油！火要不要大一点呢？火小了一点呢？它是最大，这最大，没有啊，闻着最大。有，它降低肚子火。对，哎，不是，要看最难的一步。味道，味道，把它调好。放了几根葱白的意思是什么？找不到，其他找不到。师傅加油！找不到。你老花有那么严重啊？第四棒准备。第四棒接手。第四棒接手，来，一起炒一下。跟展瑞啊，高丽菜，来继续继续。换手啦！换掉，放进去，全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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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也是，慢慢来哈，慢慢来。全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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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来。这好，好冲突哦！因为这道菜学完了，两个兄弟精神分裂，对，不全分裂了。这人家你迟到，然后老板跟你说慢慢来，没关系，迟到没关系，迟到没关系，我慢慢来，但尽量闯红灯。我发现就是你，对呀，菜出来都是你，不用这么频繁了，慢慢，真的慢慢来。是火房的锅比较大，这个不太习惯，对不对？火房很大一只啊，对啊，要拿那种铲子，有没有？时间是放剩下五十秒，是来看对面，看对面呢。哎呦，也不一样哦，好像比较会炒。等一下，好，先让它炒一下，火很开，蔬菜的甜味炒出来。它已经最大干嘛？刚刚才开的。好，我刚刚跟你讲，明天你对吧？来，酱油膏，把它全部倒下去。哦，对，才两秒前。你前面的，我怕你前面开的这个没有看到。哇，你真是有眼无珠哎。对，好，然后来调味料，一点点糖，不管，一点点糖，你看，你看，半匙，来三分之一匙。哎，你的火要关小吗？不用啊。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
现在全部的高丽菜都在左边哦，都要焦了哦，边边的，边边的焦了，把它夹掉，对啊，有差，太焦了，哇，我不要把它挑掉，剥下来，没关系，三，好的，二，一，最后一，最后一百秒，加油，胡椒，胡椒，郑医生，快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你饼不切哦，要，你的肉还生的哦，对啊，加一点饼不切哦，肉也生的哦，先去切饼啦，先去切饼啦，肉要不要先丢？菜还会焦，还有水啊，补一点，边边的边边的，你酒量不错哦，拨进来，拨进来，切切饼，我跟菜，我加进好，肉要先放的啦，肉，等下切饼啦，放肉啦，刚刚妈妈切什么？对折，回去了，然后还是生的，对，这样这样切，嗯，好，对，小心的，肉真的还是生的，肉，来，肉，千万不要放肉下来，我的天哪，医生答应我不要骂张秋勇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要顾一下脖子哦，要拉几下，慢慢来，肉时间够一点，慢慢切，漂亮一点，指标，先不要起锅，看对面，肉。是有传染病吗？对啊，好了，隔壁桌，这么希望我们离开？有了 ，OK， 好，来，最后香油一点点就好了。哎 ，OK， 好 ，OK， 慢慢来，好，慢慢来。看对面不是你可以帮忙哦。好的，看得到哦。时间剩下最后的30秒，准备关火，来看对面。哎，他又来了。不要。他们成盘了，完了完了，底下稍微干了，放不过来了。哦，快点！时间到，关火了。现在有开火到吗？要。时间到，关火。下次还可以切吗？对啊。关火了，辛苦了，先看看啊。好了，安吉斯，我们示范一下，来炒饼。好，那安吉斯现在做的五星级的实景炒饼给大家看一下，也很少人，有些人是没看过炒饼。嗯，对。到底怎么做？请看示范。打水，加盐，这是糖啊，糖，跟盐，糖盐多加一点，酱油来一点，肉要先抓腌是吧？嗯。这炒饼是外省食物哦，对，北方，北方食物。葱跟韭黄是可以一块切的，没有问题。这些菜料是可以一起炒的，对。为什么我觉得好疗愈啊？对啊，会发呆。疗愈。我刚才想红萝卜要怎么切死啊？先切片啊。嗯。哦，好快哦。你在配音，你在蛋蛋，你眨眼，师傅给你个眼神，切片，切片再切丝，切片切，切片切丝。哎呦，哇！它要炸到什么样子？先把它弄熟。如果皮没有熟的话，你下去炒，等一下这个皮整个 Q 弹度没有，会糊，会黏黏糊糊的。哦，哎，它已经完全的烹好，而且烹得很漂亮。好美哦，烹得很漂亮哦，很均匀。那我这边呢，煎好了以后，我再挪过来。重点是把它油给逼出来。哦，我火没有很大，那么让它再烹熟一点，那么会更酥香一点，这样子。哦，红萝卜先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啊！哇！油也是蛮多的，油的温度超过100度，所以它在这样子的一个用油过油的过程里面，熟的又均匀又快。哦。而且萝卜也不容易软，经过这个动作它就特别容易熟。红萝卜也可以一起炸。对啊，这不叫炸，这叫过油。哦，过油。需要那个高温啊，胡萝卜素它那个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容易出得来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外面都要炸，用松啊，用松。你把它弄松了以后，它里面皮会更好吃啊。它这里面很松啊。哦，好脆的声音，那这声音好吃，而且你知道这个弄松了，它就有空间去吸这些菜汁。嗯，哦对。
我这个肉呢，先放一半，放一半，把这个肉的味道带到菜里面来。另外的一半，等一下跟着这边拨着炒。那炒饼呢，尽可能用酱油提味，不要用盐巴，酱油的味道是最好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胡椒粉撒在饼上头。对，整个汤汁剩下一点点，是吧？对对，很湿润的样子就行了。来了，一点点的水刚好炒豆芽菜刚好啊。好了，很帅，帅，真的。现在这个动作就好像刚炒河粉一样，有。拌匀了，把汤汁吸干了，就可以起锅了。哇，看着好漂亮，想吃。五星级的石井炒饼完成。完成。感人的时刻来了，请就位，迫不及待吧，把盘子餐具准备一下，随便夹随便吃。你看，这些菜料还是好脆哦，好像好多蔬菜的葱油饼。先吃张秀、谢英轩跟李玉玺这组。好，来，脆度还算是 OK， 有脆度，对啊，还算 OK， 不错哈。我很难附和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调味怪怪的，好像比较甜呢。真的？来这边的，没有加。我觉得我们这比较好。真的？刚才2-0，只要再得一票，李玉玺、郑英生就可以把锅子带回家了。是。只要再得一票，今天我们的励志的料理节目。又会蒙上阴影，各位的奇迹可能在过一阵子才看得到，到底能不能见证奇迹呢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到底能不能见证奇迹呢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哇！你们只得一票，是不是？吴师傅怎么说？整体的蔬菜度也没有这边的脆口度那么高，那反而这边的时间点拿捏得非常好。那虽然它味道比较淡一点，可是各种的香气跟蔬菜的脆口度是有的，所以其实这边就觉得这一盘比较耐吃，哦，比较耐吃。对，这边也感觉上比较油了一点点。但是詹姆斯他不这么想，詹姆斯。可能我刚拉了那条裤带面比较多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在吃的时候，它的那个面香味。就是饼香味，那本身的酱香味也足，那锅香味也足。那这边我觉得，可能我刚拿的是稍小一点，觉得好像偏淡了一点，单薄。那尤其吃了阿基斯的这个之后，再过来吃的，明显就觉得单薄了。对，所以我选这边。最后阿基斯，他不这么想，阿基斯稍咸，咸炒饼的这种面食类稍咸的话就不耐吃了。大概你第二口、第三口你就觉得饱了。这边稍显可惜了。总票数4-1，4-1，恭喜新科技王大胜！恭喜！来，郑英生、李玉玺中间就位，准备颁奖。来，准备好。恭喜两位！来，李玉玺把这一次的专辑特别的跟大家分享全创作内容。来，这是我的第三张全创作专辑，叫做《Sing With Me》。然后在7月份，7月14、7月22、7月28有南中北的巡回演唱会，详情请假，请假粉丝专业，请假粉丝专业，没错。好，这边的这一群人，他们有粉丝见面会了，来。是这群人呢，我们经常在暑假举办见面会，那我们会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都有3场，那大家可以在详情的在我们官方 Facebook 都有资讯，对。不止这样哦，这群人其实他们三个呢，最近也推出新的单曲了，对，叫做什么呢？那我们兄弟叫闪退，然后音声是稻草，
然后我们三个又发一个单曲叫卡关，卡关，我们总共有三首歌，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听得到。那刚好这上三首歌也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境，就是卡关，我真的要整对，谢谢四位，请加油，谢谢魏主持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那大家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补厨》，不要放弃，我们继续重新出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年度厨艺大奖最佳新厨开战了，首局由 Jerry 对上 Max， 究竟谁能晋级嘞？选择两边当你们的得力助手。好，因为单淘汰输了就离开了。他真的很会哦，他很会哦。我会啊，我比一般厨师还厉害。我除了会切肉，还可以再把肉缝起来。我选森梅这一组好，有可能这样做出来菜会有妈妈的味道。创意指定食材：芒果、金丝、鳗鱼烧、鲜芒果酱、炸鸡、塔可饼。这应该会炸得不错。酱料的味道你满意吗？还可以，这不错哦。好香哦。好，谢谢。我是鳗鱼烧的尼基里就对了。哇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地麻醉药好稳要手。创意儿童餐 ，Max 跟 Jerry 做最后的板整。师傅，你的摆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？有，今天一定是小朋友一看到他们就会喜欢的。Jerry 怎么样做笔记？你知道你多认真？好用心，这个画画哦。不应该先拿出来，你让我们看猜得出来猜不出来。可以等完吗？真的在做型做好了，没有来得及吗？是皮卡丘吗？就是皮卡丘，熬夜的愤怒鸟就好了。我今天应该是猫头鹰。喜欢哪一道？我们都是中部上海，可是中部上海只能留一个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